唐僧的原型是玄奘。对，正确。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对，正确。 C 春风又绿江南岸。抢上了，扣分。扣掉十分。三顾茅庐被请的人是谁？ A 曹操， B 刘备， C 诸葛亮。开始。 C 诸葛亮。喂，答正确。江西的奇臣非常出名，对不对？对。你们播完了，待会我要尝一尝。江西省宜春市的铜鼓县因一块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声的巨石而得名。美丽的铜鼓不仅山光水色、风景宜人，更在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扮演着非同一般的角色。90年前，震惊中外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前委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在秋收起义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智利快车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敬仰之心，走进铜鼓进行校际大比拼。比赛的主赛场在铜鼓县第2小学，优美的校园环境、热情的老师同学们，让大家对即将开始的比赛充满了期待。好的，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智力快车，我是陈怡。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江西省铜鼓县，我们在这里呢进行校际大比拼。90年前，毛泽东同志呢率领的秋收起义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他创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同时呢他还开辟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那么9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到这片先辈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圣地，学习先辈们的精神，致敬先辈们的伟大。在秋收起义90周年的纪念日的今天呢，我们来到铜鼓进行校际大比拼。今天对阵的双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是铜鼓县第1小学。铜鼓县第1小学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名校，学校在关注课堂教育的同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了更好地培养同学们的兴趣爱好，铜鼓县第1小学还开设了足球队、腰鼓队等精彩的第2课堂。另外一所是我们铜鼓县第2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铜鼓县第2小学曾多次获得过省级先进称号，办学特色十分鲜明。这里是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大家庭，在教学之外还开展了如竹竿舞等课外活动，充分培养了同学们的自信和活力。学校还致力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同学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今天呢，我们的比赛场地是在铜鼓县第2小学，所以呢你们是主场哈。那我们让客场的同学先来介绍自己好吗？好，来，我们有请铜鼓县第1小学同学们。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黑黑的天空低垂，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棒了，来，我们从张博洋开始认识一下他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铜鼓县第1小学的张博洋，从小我就喜欢读书，
让知识充实我的大脑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感受。除了读书，我还喜欢打羽毛球和做手工。你们见过他做的手工吗？见过，见过。可能你们见过，但是其他学校的同学没见过，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哦，现在也大了。哇，好可爱！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什么？有，什么龙？小恐龙。对，我们再看一个啊。嘟嘟嘟嘟，嗨，大家好，这是谁呢？大白。大白，你们喜欢我吗？是大白吗？他做的好不好？哎，好，谢谢你。来，我们看看林蔚然。大家好，我叫林蔚然，我来自同谷第一小学5年级4班，我今年11岁了。在学校，我爱学习，特别喜欢看书、学英语。在课外，我有许多兴趣爱好，比如说唱歌、跳舞、弹钢琴、学英语。哇，传说中的学霸呀，是不是？学习又好，还有那么多兴趣爱好，你分得开自己的时间吗？抽出时间来练琴，然后赶紧把作业做完。哦，看到没有，有诀窍，先把作业做完，就是合理的、有效的利用时间，对不对？好了，王可乐同学，该你了，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王可乐，我来自于同谷县第一小学55班。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唱歌、画画、游泳、弹吉他。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弹吉他了，这就是我一个开朗自信的我。好，吉他练了多久？有6-7个月了。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哈，能弹到这个水平真的很棒，是不是？那这个爱好是你自己选的，还是爸爸妈妈给你选的？自己选的。自己选的。那么多乐器，你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吉他呢？我觉得吉他它是能让人静下心来。你说能让人安静下来，你是很难安静下来的人吗？需要通过这个来放松？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时候很暴躁。很暴躁？你们看得出王可乐很暴躁吗？哇，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的同桌。因为你的同桌？对对对，我特别想听听这个故事，我想八卦一下，为什么因为你的同桌你会变得脾气这么大？每次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我们两个就经常大打出手。什么是鸡毛蒜皮？撞到了他一下，他写字的时候撞到了他一下。林蔚然，你俩表演一下，看看他的到底这个鸡毛蒜皮是什么样的小事。你们通常都是这样是吗？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那你们俩发生矛盾是他的错多一点还是你的错多一点？可能我们两个都有原因在里面。哎，你看，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自我检讨的人哈。两个人发生矛盾不是一方的责任，对不对？两方都有责任，咱们好好商量商量。你看，你叫王可乐嘛，应该又高兴又可乐的，是不是？这名字是这意思吗？是的。那你就像你的名字那样实现你的梦想好不好？好，把你的这个同桌问题解决了好吗？好，好，谢谢王可乐，谢谢。好，来，黄依兰。大家好，我叫黄依兰，我来自同谷县第一小学，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喜欢唱歌、跳舞、看书、弹古筝，我还特别的喜欢运动，特别喜欢打羽毛球、踢足球、游泳。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给娃娃设计各式各样的服装，希望大家喜欢我啊。小小设计师来到了我们中间，太棒了。黄依兰，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你设计的图样？有带吗？好，我们来看看。好，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著名设计师黄依兰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下她本季的新款主打产品。请问您这套衣服是为什么而设计呢？什么场合穿？一般在出席重大的那些宴会或者是结婚的时候穿。比如说我们智力快车要颁奖了，陈怡姐姐就应该穿上这样的衣服，对不对？嗯。这款呢？这两款都是婚纱。那款呢稍微庄重一点，这款呢比较的唯美哈，手里还有捧花是吗？嗯。哇，好漂亮的新娘。哇，这个很时尚哎。这是摩登女郎，她就是比较酷比较潮流一些。比较酷，这个是我喜欢的范儿，这套衣服我收藏了哈。好，黄依兰，谢谢你。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我们的主场学校啊，我们同谷县第二小学同学坐了半天了，来，从朱轩远开始介绍。
大家好，我是同古二小五年级二班的朱轩远，我的爱好也很广泛，我觉得我很幽默也很可爱，我的表情也很丰富，很多人都说我是个表情包，我也是大家的开心果。我的爱好嘛就是唱歌，理想是当个歌唱家，我觉得歌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歌能表达出我说不出的感情，上学期我自己都还写过一首歌呢。哇，创作型歌手坐在你们中间呀，掌声送给他。你能唱一唱就是人家已经做好的歌吗？可以啊。可以，先来个逆战，掌声响起啊。我试试吧，因为太久没唱了。可梦逆人逆人来也，我们还有光也，战斗是怎么唱来着？你看我，谁是点唱机？我是点唱机的。可梦逆人逆人来也，我们还有光也，战斗是我们，是这样唱的吗？先低音，再高音，有点高了，算，这种我取得过。曹操啊，曹操，来曹操。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儿女我家十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哦耶，哦，好，谢谢。来，袁航，下一位。大家好，我叫袁航，我来自同古五二小六三班。看我的肤色，你就应该知道我平时喜欢干什么。没错，就是运动。论球类可是我的强项，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我样样精通。除了运动以外，读书也是我的一大爱好。平时我最喜欢看三国和水浒，诸葛亮是我最喜欢的人物，还有弹吉他也是我的挚爱，我吉他刚刚过了七级。这就是我，一个才艺双馨的我。袁航今天有点紧张是不是？有点。没事，你站起来这个活动活动就不紧张了。会羞。你几年级啊？六年级。你是不是来冒名顶替的？朱轩元你几岁？你几岁？我没满十二。没满十二也就十一嘛。来，你也站起来，来到我身边来。这身高差，我的仰视。你只能看到他的鼻孔。两个都是十一岁，你有多高啊？我都一米七了，陈怡姐姐，十八岁我长到一米七，我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十一岁就长得这么高啊？班上还有更高的。班上还有更高的。你们到底吃了什么能长成这样？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袁航，肉类，鸡肉、牛肉、羊肉，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你呢，朱仙言？你们大家喜欢吃蔬菜。好吧，我们最好不要挑食啊，也希望你能够加一点肉类，因为肉类对我们也是要有营养的，对不对？一般炒菜里面会加点肉，会加点肉，但你吃的没人家多。袁航人家只吃牛肉是吗？袁航平时也会吃点蔬菜。平时也会吃点蔬菜，荤素搭配，对不对？这样搭配是不是也很有爱呀？来，我们一起做一个有爱的心。来，袁航，我们把它包在中间。来，表情包，来配合一下。来，一二三，耶，定格。好，谢谢谢谢啊！别担心，以后你还会长高啊！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不怕长不高，没事儿。对，来，叶子涵，该你了。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铜鼓县六年二班的叶子涵。原本妈妈给我取名叫叶子涵，是希望我成为一个文静有涵养的女孩，可是我偏不听妈妈的话，成为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这也让我交到了许多好朋友，在同学之中备受欢迎，同学们也很信赖我。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喜欢弹钢琴、吉他和唱歌、看书，这就是我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叶子涵从她的自我介绍信息当中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叛逆的女生，是不是？妈妈希望我文静，但是我就特别的活泼，是吗？那妈妈有跟你聊过天吗？说你不要这样太活泼吗？经常说。那你怎么来据理力争呢？
活泼一点好吗？要是遇到长辈的时候，如果你太文静的话，就觉得你不尊重。像我这种，我每次看到长辈就特别亲切的打招呼，有的时候还会给个拥抱，然后嘴巴也特别甜，然后总深得他们的喜欢。深得他们的喜欢。作为一个姐姐，是不是我也是你的长辈？那你现在来夸夸我吧。千玺姐姐呀、啊，我觉得你短头发比那个之前入的长头发好看多了，又青春又活泼，然后今天配个菠萝也特别显得你脸好看。哇，谢谢！显得脸很白，然后手也很白，跟袁航比起来真的是天差地别。好了，我不要跟你比了。好，谢谢叶子涵。哇，天哪，我嘴巴都发眼儿了，甜的你嘴巴都受不了。哎呀，我牙疼，好甜。啊、好，来黄奕涵。大家好，我叫黄奕涵，来自同古二小四三班，我性格开朗活泼，我的兴趣爱好可多了，喜欢玩魔方、跳舞、画画。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阅读，因为阅读可以让我们增长见识，修身养性。谢谢。好，希望今天呢你能成为你们队的一个智力担当。认识完我们两队的队员呢，今天的这个题目当中还需要一些道具，所以我需要小助小手来帮我。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个小助手，有请你们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来自同古二小六一班，我叫秋慧，千花百卉争明媚，我便是那明媚春光中的一朵小花卉，绽放着自己的光彩，点缀着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我能歌善舞，能歌善舞，能歌善舞，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对，没错，重要的事情就要说几遍，三遍。好，一会儿呢，中途大家如果要是累了，你来给我们跳跳舞，缓解一下我们紧张的情绪，好不好？好呀。好，我们期待秋慧的舞蹈。你呢？大家好，我叫何希言，我今年十岁了。我的希是朱熹的希，因为妈妈希望我像哲学家朱熹一样博学多才，言就是美丽的意思。我在同古一小上学，我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书法。不过我最喜欢跳舞了，大家都说我的舞跳得很好，这就是一个阳光自信的我。好，谢谢。哇，两位爱跳舞的女生今天成为了我的小助手。那么一会儿呢，如果你的队员他们如果这个情绪上稍微呢受到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们跳舞加油？靠你了啊。好，来，谢谢小助手，来场边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关，答答答。但是在答题之前呢，我们要用点球大战来决定谁先来答题。来，我们一起来进入点球大战。拿起手机摇一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现在呢，两队来到我们场地中央，我们要进行点球大战，来决定哪个队先来答题。两队各派出一名守门员来守门，剩下的队员呢依次来踢球，最后哪个球队进球多，谁就能赢得这场比赛。你们现在两队赶紧商量呀，谁来当守门员，这个很关键哦。我们陈宇轩，他俩，我们俩都没关系啊。我怎么才胖了呢？不行啊，胖一点不是更好吗？又身体问题是我们踢球他们会防啊，我们得用力一点。十秒钟啊，我现在倒数了，你们赶紧决定。十，好了，九，可以当守门员，守门员。然后我们三个，不是的，我踢。停！来，各位队友，请守门员向前一步。亮，王可乐的表情告诉我们什么？王可乐，对于这样的守门员，你有压力吗？有。如果是我，你会有压力吗？肯定不会有。不会。来吧，王可乐，就这样吧，咱们拼一把，好不好？嗯。来，小助手，手套交给我们的守门员。待会儿呢，我们发球那儿有一个圆点，大家看到了吗？所有人的球是从这个点出发，我的哨声响才能够踢球。如果我哨声没响，你们踢了就要犯规哦。好，来，守门员在两边。来，第一轮，我们一小攻二小守。来，请我们的二小守门员站到守门员的位置。好，来，一小派出你们的守攻手，谁来？张博洋。待会儿你们交替进行啊，然后守门员来换。来啊。听我口令，三二一。我觉得我应该踢不了多远，再用一点力呀、啊！好，来换下一位，
守门员交换，三二一，好，脚防住了，零比零啊，来接着交换，别着急啊，用点力气哦，黄以兰，你们说这个球他能进吗？给他加油啊！太近了，来换，给他加油，最起码进一个了，加油，哇，来下一位，我有点怕，有点怕，怕什么？没踢过，没踢过球，咱们试一下，只要把这个用力使劲踢啊，来，哇，球没进，自己倒了，有没有摔的？没有，摔的多了，不怕了，自己高兴的受不了了，来下一位，黄奕涵。好，来来来，哇，叶子涵今天真的了不起啊，一球之劲啊，赢得了这场比赛，来掌声送给他。各位队友，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答题桌，我们开始答答答。这一关呢，我们是快问快答，十二道题，每个人轮流来答题，答对加十分，答错不扣分。刚才呢，我们在点球大战当中，我们叶子涵呢进了一球，所以为他们队呢赢得了答题权。我们从他们开始答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朱轩远，秋收起义发生在九月。对，正确。袁航，大米是由水稻的种子加工而成的。对，正确。叶子涵，一个半小时是八十分钟。错，正确。黄以涵，人类依赖空气中的氧气生存。对，正确。朱轩远，出淤泥而不染，赞美的是菊花。错，正确。袁航，我国报警电话是110。对，正确。叶子涵，在江西太阳市西升东落。三，错。好，正确。黄以涵，十月共有30天。三，错误。朱轩远，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是玄奘。对，正确。袁航，吉他属于弦乐器。对，正确。叶子涵，门外汉形容的是没有专业知识的外行人。对，正确。最后一题，黄以涵，十二生肖中排在兔后面的是蛇。三，错。好，正确。他们一共答对了几道题？11道题，错是错在了黄以涵。十月有多少天？31天。对，十月是大月，所以是31天。好，那你们来加上110分。好，来一小的同学们，该你们喽。有压力吗，张博洋？有啊，特别还是我开头啊，因为你坐在第一的位置吗？来，张博洋，请听题。江西省位于我国北方地区。错，正确。林蔚然，象棋分为红绿两方。错，错误。王可乐，二胡的演奏方式为吹奏。对，错误。黄依兰，通常叮人的都是雌蚊子。对，正确。张博洋，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对，正确。林蔚然，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对，正确。王可乐，农历五月初五是中秋节。错，正确。黄依兰，孙悟空在天庭的职位是天蓬元帅。错，正确。张博洋，月亮本身不发光。对，正确。林蔚然，铜鼓因一块色如铜形如骨击之有声的巨石而得名。错，错误。王可乐，不是有一蒲公英主要靠风力传播种子。对，正确。黄依兰，麻雀是候鸟。三二，对，错误。错了。来，我们看看啊，他们哪几道题错了。林蔚然，象棋分为红绿两方，是对的。不会下象棋是不是？没看过。没看过。好，那第三题，王可乐，二胡的演奏方式是什么方式？拉的。对，拉奏。紧张忘了，不要紧张，这才刚开始嘛，对不对？麻雀是候鸟，是错误的。你们知道什么是候鸟吗？黄依兰，这样北就是要去南方的，要向南迁徙的那些鸟。随着季节的不同，周期性的要进行迁徙的鸟类。那你们知道哪些鸟是属于候鸟呢？燕子，还有呢？大雁，燕子、大雁，还有吗？天鹅、野鸭、杜鹃、黄鹂，这些都属于候鸟啊。林蔚然有一道特别不能错的题。
咱们是铜鼓县呀。但是我记得铜鼓因为什么而得名？因为一块色如铜，敲木有声响的石头而得名。对呀，这道题为什么会错呢？不是，我以前记得是一块铜鼓石。铜鼓石。然后我以为说的是那个铜鼓王的那个鼓。通过那个哪个鼓？海点那有个鼓。没有认真听清楚我的题目，是不是？下回不要再犯这样错误啊！下面还有题，咱们一定要听清楚题，好不好？他们答对了几道题？八道。来，加上80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关，抢抢抢！拿起手机摇一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抢抢抢的题目当中，我说开始之后你才能按抢答器，如果你抢答或答错，对不起，要扣掉10分，大家要慎重来抢啊。来，听好题目，下列哪句诗的作者是著名诗人王安石？有选项 A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B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C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刚才说什么？我的爱是扣掉10分。我们的分。C 选项：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开始。C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张博洋能不能把这首诗给我们背全了？我忘掉了。你们可以背出来吗？前面两句：瓜洲一水镇，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对，没问题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谁的诗？李白。李白的。李白呀。春眠不觉晓呢？韩雪莉的。韩雪莉的。哎，大家掌握的都不错啊，很棒。我们的基础知识还是很扎实的。现在100分对90分啊，差距在缩小。来，这道题我们小助手上道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豆腐。这道题怎么做呢？我们旁边呢有一把水果刀，这个刀很安全啊，没有刃儿。我的题目来了，如何用这个水果刀只切三刀的情况下分成8份？开始。抢答。谁来切？要平均分吧。对啊，平均分成8份。谁来？我不知道你们会。我看。那黄一涵吧。没有第二次改的机会啊！三刀，他对了，中间对，然后竖着切着，然后就把切的不平均，没关系，来这样先，来，对，我们要在中间横竖切，是吗？你们为什么不按你的？给点个赞，非常正确啊！黄一涵选择的是。先从豆腐的中间来一刀，然后把它分成上下两层，然后呢，竖一下，横一下，就是8块豆腐，刚好你们8个队员一会儿下去分给你们啊。好，来，谢谢小助手。刚才这边林蔚然一直在喊你，为什么不抢呢？因为他不会，因为我不会。你不会，你不会，你只要抢就够了。然后结果按完没读抢。好，来加上10分。我们会的就会行。好，来下一题。大家来看看我的身高，陈怡姐姐的身高是170什么 ？A 毫米 ，B 厘米 ，C 米。开始。是哪个？厘米。回答正确。我现在问问你，毫米、厘米、米之间有什么关系？毫米到厘米的距离是10，然后厘米到米的距离又是100。一米等于多少厘米？100。好，一厘米等于多少毫米？十。没晕哈。好，来下一题。以下我们吃的哪种食物是长在地下的 ？A. 花生 ，B. 栗子 ，C. 辣椒。开始。A. 花生。花生。喂，答正确，来加上10分。王可乐，不要着急，问问你，栗子长在哪里？树上。板栗是长在树上的，有一个四球的。那辣椒呢？有一个壳。辣椒是长在那个有一个小长在有一个叶子上的，长在叶子上面。不是，辣椒是长在地上的，对吧？它是草本植物。哎呀，我跟你讲，我这几天来到江西啊，所有的菜里面都放各种辣椒，谁？你们是不是都能吃辣呀？那是。哎呀，你看朱轩远，那是，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江西有多少种辣椒？不清楚。还有谁知道你们江西有哪几种辣椒？朝天椒、黄一兰、小米椒、
朝天椒、小米椒、小米椒、青椒、青椒、青椒、红椒。每一道菜里面都有很多种辣椒在里面，哇！总之就是一个辣椒之乡。其实你还有一个可以用辣椒的选择，洋辣椒。还有洋辣椒，秋葵。哇，秋葵，秋葵叫洋辣椒吗？在这里？对，我们这里很好吃。为什么叫洋辣椒？它也是叫辣椒，叫芹菜辣椒，对吧？但是又没有辣椒的那个辣味儿。好，来，我们接着继续啊。请问，以下成语不是形容勤奋学习的事 ：A. 悬梁刺股 ，B. 揠苗助长 ，C. 凿壁偷光。开始。B. 什么 ？B. 助长。爸妈，那个揠苗助长。揠苗助长，它形容什么？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律。太急。然后呢？结果太急于求成，对，结果适得其反。谁能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一遍？叶子涵来说吧。就是以前在某个时期的时候，一家田种了田，然后他看见自己的田长得太慢了，田苗长得太慢了，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去把苗给努力的拔高来，然后第二天过几天去看的时候，发现秧苗全部死掉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要尊重大自然的生长规则，不能急于求成。如果急于求成，反倒会坏了事情。对，好，来下一题。刚才我们刚玩过哈，国际比赛中以下三种球类最大的是 A 足球 ，B 篮球 ，C 乒乓球。开始。远航大声说 ：“B， 什么？篮球。”回答正确，加十分。好，远航，你给我们讲讲，你不是很喜欢打篮球吗？给我们讲讲你喜欢的球星。库里。库里，为什么喜欢他呢？他可以直接从他们的三分投到你们的篮筐里面。哇，那么远距离都要进啊！太酷了，你能达到那样的技巧吗？还不能，需要练习是吧？好，刚才谁说喜欢读《三国演义》呢？远航。你们这边有喜欢的吗？水浒啊，四大名著有读过的吗？有，都有读过。看看我们这道题问的是什么？请问《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被请的人是谁 ？A. 曹操 ，B. 刘备 ，C. 诸葛亮。开始。C. 诸葛亮。C. 诸葛亮。回答正确，加十分。谁拒请的？林蔚然。刘备。哎，没问题，回答非常正确。袁航，怎么没摁呢？没想，我们不是，你说他手力多呀？是谁？他们手速比我们那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谁来摁？手都粘在上面，我手都粘在上面，一手在手机，你们三个手，你们一个手抢得过吗？想好了吗？谁来抢？我。从开始再抢。别了，等一下，要商量一下吗？不用，不用了。继续吧，继续吧。你要不要听袁航的？不要了，不要了。好，那我们继续啊，来。请上道具，小助手。这个好像。哎呀，我了我。谢谢。是什么？水果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要吃。你最喜欢吃什么？火龙果。记一下，有吗？你们呢？火龙果、香蕉、香蕉、苹果，还有苹果，苹果那个。哇哇哇哇！好，我现在呢要选一名观众来吃，你吃到什么不要说出来。一开始你就不能。味道怎么样？好，现在这道题来了，别着急抢啊！我记忆力特别差。橘子，你说什么？现在这道题来了，请问刚才我们台下小观众吃到的是哪种水果？开始。橘子，回答是不是正确呢？来，我们把那个话筒给小观众。你快点说了，他特别乖。你刚才吃到的是什么水果？橘子。好不好吃？好吃。谢谢你的参与，谢谢。回答正确，来加十分。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下面这道题呢，我不用说开始，你只要觉得你听到的信息够了，你就可以随时抢答，在我的描述中进行抢答。他是一位唐朝诗人，他的诗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李白。李白。我们听完哈，他被尊称为诗仙，他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等等。答案就是李白。来加十分。来下一个题，依然是在我的描述中抢答。他
是人的器官，这个器官是消化器官。胃。哪个？那个是彼岸的。胃。给我一个答案。胃。答案的。确定吗？确定。人都有什么消化器官？胃啊。还要肠子呢。肠子。胃里面有胃酸。现在不是解剖。谁能告诉我人的消化器官有哪些？说完整的有吗？有同学知道吗？大肠。从深远来说一下。小肠、大肠、胃。小肠、大肠、胃，还包括什么？口腔。口腔。咽。食管，对吧？然后是胃。我刚才就说了一个提示信息，你们怎么就能想到胃呢？他说的。你怎么猜测的呢？我手都放在这里，他突然要拍一下。王可乐，你怎么做到的？胃的话，我们想的最深的就是胃，因为没想考虑到什么东西，只考虑到胃，只想到你只知道就觉得胃是胃里面肯定是消化器官，对不对？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么多消化器官，胃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所以呢，是啊，还可以听我说完呢。它呢位于人体的腹腔内，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它就是大肠胃。我们的胃，加上十分，加了好多遍。现在大家看一下场上的比分怎么样？平局。哎，有一点紧张了是吧？刚才这个王可乐已经陷入了两种状态，一种是非常的惊喜，一种是呆萌，所以我觉得需要调整一下你们的情绪。来，我们有请秋葵。秋葵，你给我们唱歌还是跳舞？唱跳。唱歌唱什么？好，黄梅戏吧。哇，还要唱戏哎！来，归九里郎离家远，睡了黄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啊好新鲜呐、啊！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大马御驾前，人人夸我盼茂远了撒毛招啊啊招婵娟呐！哇，太棒了！谢谢秋慧，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关，选，两队都是140分，大家在同一起跑线，四道题就将决定你们谁。能够冲出我们的比赛，进入我们的决赛，很关键啊！四道题，每个人都要答题，答自己擅长的题。我告诉你们，四道题有哪些题？第一题技巧题，第二题生活题，第三题动手题，第四题家务题。来，赶紧选择一下，谁来答哪道题？家务，这样子家务，技巧题是不是很有课？技巧题，给你们15秒的时间来考虑一下。好，还有个技巧题，运动。家务时的压力比较能做。有什么？我就拿。选好了吗？都说好了。第一题技巧题，谁来答题？这样的我身边。加油啊！哇，你们派出了年纪最小的选手。然后我们就派出年纪最大的。自己说我们派出年纪最大。你几岁？我12。你22。12。吓死我了。我有这么老吗？来，小助手上道具。好，现在大家看到我们场地中央呢，每一个框里面有10个大白萝卜。现在要用我手中的这个竹竿，去把萝卜夹到你们自己队伍的桌上那个框里头。谁在规定时间当中夹得多，谁就获胜。夹的方式你们自己想啊，但是注意手不能去扶萝卜，萝卜如果在中间掉了，对不起就不算了，好吗？我们看他们的表现，大家给他们加油啊！来，3、2、1，开始。我都没有点想没的。我挺期待。我马上插进去，想一想怎么用这个劲儿。加油！我加油！加油！加油！黄一涵，想一想怎么能把它加起来。张博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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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一涵加油！黄一涵加油！黄一涵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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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怎么能弄在一起。哇哇，无敌了！加油！来，5秒钟，五、
为什么没有加到萝卜呢？太远了。太远了。加那个更好。那你看他加了几个？他是用硬币。他加了七个。张博洋，现在告诉小妹妹，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萝卜加到筐里？你教他。卡到中间，后面这底下一夹。哎，看到了吗？然后一放，然后没了。教到了吧？好，尝试一下啊。我们看不起来啊。还可以啊。哎，加到中间，加到这个中间。好，回家可以练一练啊。没用。找到那个力量，哎，你看这不是成功了吗？哦，对对对，是不是也可以？你应该是。好，来，我们恭喜一小的同学获得了第一题，他们拿到了十分，来加上十分。下一题生活题谁来做？我可以再。你为什么会选一个生活题？现在他们俩都抢掉了。是呀，他们都抢掉了。都留个什么？固定的。你们现在落后，有没有信心？加油啊！有信心。上道具。哎，两位认识这个是什么水果吗？剥完了可以吃吗？橙子。好，这道题呢就是让你们在规定时间当中把这个橙子剥开，但是不要剥破哦。看谁剥得又快又好啊！来，三二一，开始。加油！不能教，不行，不能教。这个江西的脐橙非常出名，对不对？对。你们剥完了，待会我要尝一尝。还有南方，我也分给你们，来给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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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怕把它剥破。那你平时吃橘子吗？吃橙子吗？不吃。我一般吃橘子的。橘子和橙子有什么区别？更大。橘子小一点是吧？橙子大一点，更好剥，皮更薄。哦，好，黄一兰说，橘子皮容易剥，橙子皮呢不容易剥，是因为呢，我们的橙子呢，它分三个部分，它有外果皮，还有中间的果皮和里面的那个果肉。还有一种办法会很快，比你还快。对，你都知道，你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蛮力。他说了要用蛮力，哎，不是，你要用技巧的话可能会更快，是不是？但是也不错，你为队友呢又抢到了十分啊！来继续打拼了，加上十分，谢谢你们。来，谁能进决赛就在最后这两道题。你们现在又回到起跑线，又是同样的分数。下面这道题，动手题谁来？我想来呀。吃饱了是不是有力气干活了？好，来小助手上道具，谢谢。现在呢有两条不同颜色的绳子，这个绳子上呢分别打了各十个结，那么在规定时间当中，谁最先把这个绳子上的结全部解开，谁就获胜。好，我来。我觉得对你们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难度，是吧？我来。我没有纸。等会儿啊，我说开始你们再开始。来，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给他们加油！别紧张。哎，我觉得这道题张博洋你应该来做呀，你不擅长手工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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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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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不要看别人，关注自己的比赛。哆嗦，我要瘫了，我要瘫了，姐妹绳子就要瘫了。哎，他们几乎同时完成，对不对？公平起见，我们两边都加上十分，好吗？来，现在心跳加速，我真的觉得你们太棒了，从一开始到现在，两个真的是棋逢对手，有没有？好，最后一题谁来做？来，朱轩远，加油！王可乐，我还想做。最后一题。决定胜负了啊！请上道具。朱轩远，平时在家里做家务吗？经常做。做哪些家务？拖地、洗碗，还有一般的打扫、
扫地，我整理一下床，我还整理一下床。你呢，可乐？我也跟他差不多，我还有擦桌子。现在是两个男生来比做家务题哈，有看头哈。来，两位到我们这个桌前就位。这道题呢是让你们在规定时间当中，谁把这个枕套套得又快又好。记住啊，这个拉链得给我拉好了，拉链是哪里？不能把这个拉链给我拉坏了，我就只能算你输了啊。大家做裁判啊，定好了，三、二、一，开始！拿起手机摇一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三、二、一，开始！别马上加分，看看两开慢慢来，不着急，加油！来，给他们加油！祝愿先到。祝轩远，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朱轩远呢，最先把这个枕套套进了这个枕套里头，把这个枕芯套进了枕套里头。啊，我们王可乐呢，他的第一步还没有完成。感觉呢是落后了一点，现在朱轩远呢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把这个整套封好，拉链拉好，来再整理一下，好，好，等一下啊，我们让王可乐继续装完，来加油，别着急，你歪了，那边歪了，来我们给可乐一点掌声，加油。虽然是对手，要给你加加油啊，嗯，好棒。需要帮忙吗？这边你没套，看我们多有爱，是不是？就套近一点。好。好，谢谢谢谢我们朱轩远和王可乐啊，他们呢都特别的棒，是不是？王可乐就差一点点，是不是？以前装过枕套吗？装过，那是我是去慢慢的装，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是吧？可能呢，你是想要快一点，但是呢，有的时候一急呢，反而会影响你的速度，是吧？嗯，没事。但是已经很棒了啊！那我们最后的胜利呢，就属于我们红谷县第二小学，给他们加上十分。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今天比赛的我们一小和二小的同学，他们真的太棒了。那一路都不分上下啊，一直到了这个平局，由最后一道题呢，就是稍微差了一点点，我们可乐稍微慢了一点点呢，没事，所以由我们二小获得了胜利，他们将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赛。我们也感谢我们一小同学参与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谢谢我们一小的同学，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